去相亲喽。这也太完美了吧！喜欢就冲一个啊！学问凑数数啊！根本会有生命的危险，是你把我的快报也看在这，对不对？常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，我才没有。哎，你们好，助教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很喜欢你。身高体重有没有车有没有房？我朋友来了哦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哦。没有想到你那马来西亚这么重，到底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里面的叫 Kana， 每个越远越好。才发现你让我笑颜开。张浩杰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。Surprise！